你的特点，在绝对实力面前毫无信心。这招连其他二修罗王也扛不住，如来老师，您不出手吗？悟空也才刚刚认真起来。 闹剧到此结束，要死了！太乖，金刚不坏之躯。 怎么样，你还满意吗？这才是你真正的实力。我才出了一成力，你也别藏着掖着，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。那我如你所愿。这家伙。 杨戬，我倒是我！哼，那我也要出绝招了。 不过瘾。